恋爱是我的生命过程，该不会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吧？那如果下一秒就结束呢？也好啊，至少我就可以永远跟你在一起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送给你。这玫瑰算什么呀？我要的可是钻戒。谁在乎那些钱呢、房啊、车的？我讲你的爱。我跟他之间就是有着特别的感觉，他可以治愈我的眼泪。你对我太好了。那就好好爱我吧。你还爱他吗？当然，爱情是永远不会消失的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我要结婚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我要结婚了。不管你要不要我，我就是爱你。我知道一开始你看我不太顺眼，但是我愿意为你改变，一直改变到 你顺眼为止。以后碰到了就当作不认识吧。你为什么不跟程云上床？因为我珍惜他。哎，我不是程云，所以你可以不要珍惜我。选一个吧，是我还是他？请个阿姨打扫，不如娶个老婆回家。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呢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很感谢你。我能给程云想要的一切，而你只能让他原地等待。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。我是全心的宋迪之，我要买豪宅，我要买名车，我要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是不再做爱情的奴隶。嫁给我。这个呢，是他想你的证据，他只要想陪着你的时候，就会不停地折纸飞机，六天里折了986架，证明他一天想你164次。我们所向往的爱情，跟我们得到的，往往是两回事。